请我们的江立川先生以及我们日本航空的空姐，日本航空的空姐和我们的江立川先生以及我们的哆啦 A 梦，为我们今天的哆啦 A 梦号一起来揭幕。请我们的江立川先生和我们的空姐。好，请大家靠后一点啊，靠后一点，不要伤着我们哆啦 A 梦团的工作人员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揭幕。好，请各位先来到台前，一会儿台。好，各位稍微后退一点，稍微后退一点啊。好，稍微后退一点啊，稍微后退一点。好，请江立川先生往中间站一点。好。好，大家往后退一点，大家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更好的拍到全部，好不好？往后退一点，好。哇哦，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哆啦 A 梦非常的可爱？可爱吗？好，那么刚刚在游戏当中获胜的七位朋友，那七位朋友在哪里？好，请到台上来，七位获胜的朋友，七位朋友啊，七位朋友。从我们的左边，舞台左边，我的左手边，从这边。好，好，我们的哆啦 A 梦站在中间。好好，哎，小朋友不要手摸哦，不要手摸，好。好，我们的哆啦 A 梦站在了中间，江立